这是今天是12月的最后一天，医生不让他出院，然后在那家里事儿太多了，跟医生商量完了，强制的非要出院，这提前出院10多天，脚的现在状态还是肿的呢，看看，还在肿，药也开完了，等着现在等2表哥他们来接着。终于回家了，把那小被儿盖脚上就完了呗。都不要了。行。我来陪你吧，好，停。主要是因为医生不让他出院，这不要强制出院吗？走，不得再走吧，要不怪冷的。大家好，我池子啊。然后那个今天出院了啊，然后那大表嫂他们都来接我来了，一共是住了13天。今天必须得出去了，我得跟狗狗过一起跨年啊，把这最后一天过去。这一年发生了这太多的事儿了。我不能在医院躺着度过。等会儿上车里把东西都卸下来去。珍妮，谁回来了？哎，终于到家了，你进屋躺着去吧，包上点，冻坏了，脚尖的包上点。行吗？你也能装起来了吗？从，那到下一趟我看点狗，别让那个狗撞我。你一拉起来了吗？没有啊。下几个？好高吗？啊！我过来帮我，你过来帮我看着点狗。对，你先往边上靠一靠。没有，不用管他。包了，包可厚了，走一会儿就疼啊。行，缓一会儿，行。往后点，往后，走，那么扒着他，走，扒着。慢点，这手指头烂，我一会儿上劲了。是啊，你刚死。看看小猪爸爸回来喽，高兴，高兴，看。
对，在这看看得了，别出去了，他们不管你那事儿。在这稀罕稀罕得了，别出去了。啊，知道爸爸回来了啊！小虎子，小虎子。可乐。要进来呢，要进来。散会吧，散了散了，散会了，啊，玩去吧，都不乐意走，哎，都不乐意走，在等着你，好好叫唤，可以玩去了，看虎子，看虎子，进屋吧，进屋吧，进屋，呀，让他赶紧把脚垫上。慢点慢点啊，虎子见了，你吃爸爸呢，虎子你吃爸爸呢，丐帮帮主，这路走吧，你这衣服还是给你穿的，还没换呢，啊，你是不是想罢课了啊，虎子啊，虎子过来，看桌上有啥好吃的呢？我想罢课，罢课今天还好吗？快了。我要买。瞅你，欠欠。行吧，你慢点啊，滑。看看上面的小朋友。爸爸回来了是不是啊，是爸爸是不是回来了，大雪啊，这是大雪，你看这牛姨啊，牛姨，这是你俩咋回事？那个咱俩咋办？养的吗？这牛姨，它会蹦，没地方，外多，肯定往这跳。我们家那个猫也是你吧？它不让，这是你的福气啊！你拔点的，你自己养的。小虎呢？小虎长着。最小虎在这后面去的，然后你扶点它，它这里边滑，你别让它一出溜倒了。
说不出来。把那个豆腐放你们俩。你们俩。来。明天来看看吧，脚疼了，回去吧。走吧。回家第一顿饭，四个菜一汤。